喜香香啊，臭宝变香宝。哎呀，喜香香上床睡觉了。哇，哎，这脚趾甲都长这么长了。都怪妈妈最近没有时间给你剪哦，不及时。那我们下面这个环节是干什么呀？剪指甲。小脚脚，抬起来。好了，别动了啊。嗯。妈妈。嗯。苏老师以后可以经常来咱们家玩吗？干嘛呀？你天天在幼儿园见他，还没见够啊？不够不够，等我幼儿园毕业了就见不到苏老师了，所以妈妈你要和他成为好朋友，这样我才能一直见到苏老师。那妈妈怎么跟他成为好朋友啊？金哥里娃娃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成为好朋友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也要看看人家苏老师愿不愿意呀。那我明天问问苏老师。哎，你可千万别问啊，你别坑你妈妈啊。你听到没有？听到吗？你像是想臭宝一只，臭宝一只。好啊，还刚刚说我是坏蛋，你死定了！臭宝，你现在真的是长大了啊，还敢说臭？